哎，对对，尽量不要开车。嗯 ，OK。嗯，然后到时候对啊，然后 BBQ 那天再到这儿来吧，对不对？明天不到这 BBQ 吗？啊、明天在哪 BBQ 啊？不叫在酒店了啊。啊，在酒店 BBQ。现在去看一个酒店能不能？看看酒店那个地方好不好？啊 ，OK， yeah。哦，这是 why 你可以 borrow 这些东西啊 ，BBQ，OK。Yeah. Barbecue, okay。不行的话，里面买一包冰，明天就带出来。我们是一个窟窿嘛，把肉啊什么放在这个里面，鱼放在里面，放点冰进去。嗯。酒店呢，就是在酒店呢，就把放进一点，吃饱了，喝醉了，喝足了，回房间就睡觉了嘛。啊，对呀、啊，可以。Yeah. 吃饱了，喝足了，不也不用开车了、啊？ Yeah。三十九多久卖？三十三。哦哦耶！啊，你看看，很大，哎呦，很大，最大几个吗？沿着那个湖开啊、哦，嗯，可是这个湖哪儿也到不了啊，你只能在这里、哎。你住在这个地方刚刚好了。好啊。这个要哇，真方便，慢慢找找这些地方啊。要有但是很贵啊、嗯。我们现在是跟那个酒店多少钱一晚？59块钱，69块钱。59、60。加税，税要10%。你那个 reservation 只是定个板，它只是交25块钱 reservation 而已，它不是说给你付了。180蚊上嘛，定个加税。给一个房，哎，我上一个房啊。一间房。一间房。即系两个人 share 咯。OK。你们现在是两个人，三个人？两个人。哦，两个人。对，小董跟那个。Raymond。现在多了两个啊！可是他们很多人对，可是他们很多对呀、啊，可他们很多人的那个房间可能rate不一样了啊。对啊，因为我们一开始订的便宜，他们后头有些人订的就高了，是吗？可能是这样的哦。因为他知道 Memorial Weekend。对呀、啊。Memorial Weekend 是比较贵。那这个就是较强了，从来不出来的。好累的，他从来不出来，这个便宜，他300人都可以。那全部都是葡萄园啊，有个晒啊。Winery，过了喝酒吗？喝。每天晚上都喝一点。不是，很早没有喝了。但是我看贝小的很厉害的，喝一点那个，一看的多了就打老婆了。那你老婆一喝就开始打你了。啊，怪不得。你怎么知道？所以我不让我老婆喝。以上的说话是 DB1 说的 DB1 说的 Cool from DB1 把这条路一直沿着这个河边对啊那可以了节约一点了明天再拍还有三条 memory 不是跟我说你这也是用 memory 还是用 tape 的怎么有绿的话好怎么用 memory 的吗用完了 memory 什么 memory 这个 record 在哪里啊这个也 record 在哪里啊不明白啊不明白啊说什么我说就是你现在你里面是什么来的是 tape 来的吗、是 tape、memory card memory card yeah, yeah. the same with your camera 一样的 memory card 同你的相机应该不同啊我都查不到出来一下俾你睇睇。啊，攞唔出嚟啊！呢度就係咧，奇怪咧。唔知咧，我舅仔送俾我嘅。啊，我60大壽嗰只送俾我嘅。係喎，我依啲全部都葡萄園喎。嗱，啊？哇！呢、這個真係
一样找的葡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很小，这个很酸的。嗯，酿酒的葡萄不一样的，不是这种酒，这种葡萄不能酿酒，但是那个葡萄。